出错。你旁边的人叫魏夜华，戴帽子的是张苏，他们都是社团的老成员了。在他们旁边的那个是郎成周。放心吧。嗯。社长，徽牌器材已经清点好了。嗯，好。好多器材啊。那我们首先呢，先欢迎我们的新成员加入。这次啊，你们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刚刚加入了我们的摄影社，就赶上了我们社团的外拍活动。那我们下一周呢，将会去古洛小镇拍摄，这次拍摄是省文旅局给我们学校下发的任务，我们所拍摄的全部素材都将用在省文旅局今年的纪录片里面，而且还有可能会在卫视频道播出。好吧，好吧。所以呢，学校对这次的活动是非常的重视，反复叮嘱我们不可以出错。而且我们不仅要拍好，还要非常注重我们的团队合作，一切行动听从指挥，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陆辉同学，把这个发给大家吧。好，嗯，那我从这边开始发了。实在可惜，因为脚受伤了，就不能和大家一起了。这次活动由郭佳佳同学带队，佳佳，交给你了。好的，社长。你小心啊！这次外采活动将和摄影社一起。这也是我们招新后的第一次活动，而且学校非常重视，大家一定要重视纪律哦。好，等一下呢，我就把每个人的分工都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去，大家都要配合好郭佳佳的工作啊。好了，应该差不多了，谁还有什么补充吗？好像没录什么。嗯，江社长，我觉得可以再加一些不同颜色的塑料袋或者是保鲜膜。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把不同颜色的塑料袋或者保鲜膜套在镜头上，可以拍出更多不一样的感觉。嗯，双面胶、军光板和橡皮油泥，我觉得都可以备着。OK。可以呀，你很会。张存，你准备一下。舅舅，嗯，郎成周去你们社团啦？对啊，我当时也想劝他去新闻社来着，但是我没有机会。真是，天助我也！哎，你打住啊你！我跟你说，这次外拍活动，我们两个社团必须要紧密合作，你不准给我胡来啊！嗯，我怎么会胡来呢？谢谢，加一秒。啊？怎么样？嗯，学长，吃一个香蕉吧。啊，我不用不用，谢谢啊。那吃一个橘子吧。我不吃，我不吃，我吃，你自己吃。我帮你剥一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见机行事。学长，你去哪儿啊？拿瓶水。哎呦！行行行，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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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你还好啊？我
的脚崴，我脚崴了。你还好吗？不太好。那要不然你在我这坐，我去后面坐吧。哦，好的，谢谢教学长。这个位置。啊，哎。嗨，你怎么坐这儿？没地方了。这朗虫洲的地方。你现在应该知道我是谁了吧？罗回，你帮我拿一下，我去下洗手间。好，去吧。看看我拍的怎么样？这谁啊？你看你这个胶都没对上。是有一些重影，但是也不应该认不出来吧？所以你是？集合了。哎，陆回，这边你去哪儿？大家听我说啊，这次呢是我们摄影社团和新闻社的首次外拍活动，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拍摄的素材是要刊登在校内刊物和风景漫游杂志上，希望大家能够真实且完美地呈现古洛小镇的面貌。我们这次活动将会以8个人为一个小组，每个小组将会拍摄3个地点，我们拍摄结束之后会在古洛小镇的西出口处集合，大家明白了吗？明白了。分组名单呢，我已经发在微信群里了，大家自己看一下哈。好。太好了，陆辉，我俩跟江大神都在一组。哥，我跟你不是一组。嗯。恭喜啊！我跟佳佳也不是一组。节哀。但你跟陆辉也不是一组，他跟江社长一组。什么？嗯。那我们现在干嘛？你看。你这个分组根本就不合理。对，我也觉得。我跟张同学都是新来的新人，江社长跟陆辉同学那都是摄影大神，这样分组下去，组与组之间的实力悬殊也太大了吧？我觉得应该新老搭配，是不是？对，确实。还有啊，最好呢，我跟陆辉同学一组，江社长再带一个新人，你觉得呢？我也觉得是。而且我们这个组新闻社的成员也太多了，总得分几个过去是吧？江社长，您觉得呢？我觉得朗同学说的非常有道理。这样，我重新调整一下分组，大家稍微等我一下。行，好，明白。每组基本上都是新老配比，尽量均衡。好了，现在分组已经发给大家了，大家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朗同学啊，谢谢你的建议啊，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挺好的。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按照分组各自工作吧。好的。好嗯，走吧走吧，走。你可真行啊。陆回，要不我去和江学长说一声，把我换到你这组来吧。没事，都已经分好组了，你快去找你的男神吧。哎呀，我这不也是担心你脸盲的。嘘，我没事的，你快去吧。真的？你放心吧。那我走了。嗯，拜拜。拜拜。朗学长您好，我是新闻社的沈优。你好。听说你刚回国不久，
对这里不太熟悉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提。不用了，谢谢。哎呀，这包好沉啊！来来来，沈优，我帮你，我帮你。沈优，折断的画有什么好拍的？你看到的是花，而我拍下的是生命的样子。虽然孤独又身在险境中，却从来没有放弃过生的希望，连开花都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他们俩在干嘛呢？对呀，到底是来工作的还是干嘛的呀？走吧。你要干嘛？给他挪个地方。哎，沈优，就加热了吧，我给你扇扇风。哦，渴了，来，这有水。你准备的还挺周全的，还有什么？这都是为我准备的呀。那当然了，你要想要个家，我也可以给你。神经病啊，我们是出来工作的好吧。佳佳，刚刚采访那位老爷爷说这里面有棵古树，你要不要去看看？看什么看啊，工作要紧。那老爷还说两个人写下许愿条抛在树枝上，愿望就能成真，尤其是感情方面。也不知道朗成舟去哪儿了。再说了，你哥不会给我签名的。如果你想拿下顾佳佳的话，或许还有一个办法。你跟他呢需要共同语言，我就是你们一个很好的话题。佳佳，那个只要你签好名，我一定保证拿到我哥的。真的？嗯。没想到你这个新人还是挺会的嘛。别忘许了，等采访完我们就过去。写一篇关于神兽的报道，也不错嘛。嗯，佳佳，我也想看看这张。终于大功告成了。哇，这张好看。嗯，晒着晒着。抱歉。啊，没事儿。哦，对了，繁星同学。这些照片有你的功劳，要不然，你站在那个地方，我帮你拍张照片吧，就当留个纪念。好啊，来，左边一点点，左边，嗯，校长，笑一个，校长，哎，能不能来帮个忙啊？哎，好，来了，马上，稍微等一下啊。啊，好，怎么了？既然看到了他生命的艰难与脆弱，袖手旁观可不是我的个性。就像前几次遇到你一样。
谢谢啊。不好意思啊，繁星同学，刚才没有帮你拍成照片。要不然你站在那个地方，我再帮你拍一张吧。好啊。哎，记得咱俩第一次相遇的时候。时间不早了，快走吧。往这边一点点。哎，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走吧，我们还有好多没拍呢。哎，陆回。陆回。繁星，你没事吧？没事，我和江学长已经拍了三个任务点了，你们呢？我们拍的怎么样了？抱歉，我们还有一个任务点没拍呢。我看看，拍的还不错。嗯，你呢？拍的怎么样了？好多花啊！哎，这多漂亮！嗯，我觉得他们特别有生命力。嗯。这个角度拍的真好。对啊。都拍了些什么呀？我们重新分配一下，你跟我一组。不需要吧？我跟陆回同学挺好的呀。什么情况？学到很多东西。不知道。只怕某些人的目的不单纯吧。哼哼，只怕某些人的目的更不单纯吧。完了完了，我的手机呢？我的手机不见了。先不用着急，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找。对，一块儿帮你找。手机定位点应该就在这附近，大家分头找吧。好，好，好，我们去那边，咱们去那边。老郑州，那我们去。行，你别着急，你跟我去下个景点拍照。那边，哦，哎，你们找到了吗？没有，没有。那边找了吗？我这边也没找到，没找到，没找到。我找到了。嗯，这个女生应该就是神友了。找到了。你先听我解释，别说了，这都是误会，我对你是真心的。代我向前辈们问好。你，他们都是谁？陆回，你等着，我只是撞枪口上了吧？佳佳，就是这棵树。哇，真大呀！不要乱了，和顾佳佳永远在一起。不要乱了。永远在一起，不要啦啦和顾佳佳永远在一起，不要啦啦和顾佳佳永远在一起，不要啦啦。说什么呢？我说你郭佳佳。说清楚点。好磕啦。拍的不错啊，那你刚才为什么拍的都是陆回？你既然进了摄影社，以后就请你专心一点。难道你让陆回进摄影社就是因为他的摄影技术吗？还是说星座书上说的？佳佳，你快在许愿条上签字吧，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哦。可朗城州那边……哎呀，你放心，快来签。不是只要签一张吗？是啊，我哥，这不是怕我哥没写好吗？
签两张有备无患。哎，签了。还有这条。佳佳，你先坐下。我看你采访一天你都累了吧，你坐着休息吧，然后包你帮我看着啊，我先去找我哥了。好啊，那你快点啊。好。江大神怎么看着不太对劲啊？怎么了？交给我吧，江学长。嗯，我们今天拍了不少素材。嗯，我想应该能够完成任务了吧？嗯，够了，这张景深控制的特别好。我今天也跟江社长学到了很多，感恩。啊。我刚刚沿路走过来的时候，看见那边有一个老屋，趁现在灯都开了，拍的话我想应该还不错，我想去拍一下。嗯，好，那我们一个小时之后出口集合。嗯。那个老屋年久失修，你小心一点，我陪你一块。两分钟，你等一下。有话就说。那个老屋年久失修，你小心一点，我陪你一块。马正中，你等一下。有话就说。陆辉，你等等我，我跟你一起去。江社长有什么指教？你下午的话到底什么意思？我觉得你进摄影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学习摄影，你这样会影响我们摄影社的风气。哼，你我半斤八两，现在惺惺作态给谁看啊？你等等我，马上就好。快下来吧。马上就好啊。哎呀，来我了，你小心点啊。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谁知道是不是误会啊？你有听说过农夫与蛇的故事吗？你是把你自己比作蛇吗？哟，还真把自己当做救人的农夫了。你别再跟我绕弯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想听实话？行啊，那现在就把话说开。好，那我倒要先问问你为什么偷看我的星座书。对了，拍个照留念一下。小心啊！怎么了？社长，大家别慌，去叔叔口处集合，把手电筒打开。好好好。陆环，郑繁星，我在这儿。在哪儿？郑繁星，小心！哎，啊！
伤到哪里没有？腿。先下去吧，走。慢点，当心点。你好吗？陆慧同学呢？陆慧还在二楼呢。哎呀。樊英同学，我先扶你回去吧。哦，起来，来，你脚崴了，我背你回去吧。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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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这太危险了，我们先出去吧。啊，走。陆回。陆回。我在这儿，你慢点，你别烫，我过来接你啊。你小心啊，这儿钉子特别多。陆回应该没有事了吧？有朗成舟在，应该不会有事吧？你还好吗？我没事了，学长。其实我可以自己走的。没事，我背你走吧。嗯，慢点啊，等我给你照一下，来。小心点，你也小心。哎，你慢点，你没事吧？崴了一下，没事没事没事。你卡住了，我把它抬起来，我把它抬起来。你别绊，我可以。下面有钉子，没事。我来，我来。你不会又要拖我身上吧？什么？你眼睛怎么了？什么东西进眼睛了？来，先起来再说。你有好点吗？今天谢谢你啊！我先去前面探个路，你在原地等我。我今天也要谢谢你啊。他怎么也有这个习惯性动作？那天到底是谁？你小心一点。下了吧。佳佳。试一下。别再说了吧，这是。怎么回事啊？来，樊星同学，当心一点。谢谢学长。你还好吗？我没事。啊。快点啊！陆同学，你没事吧？我没事。樊星，你怎么样了？好的很，我可是命大的正樊星。你可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没事。咱们俩的事还没有解决吧？之前火场那次，为什么说你救的陆回？小心啊！是你救的陆回啊，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不是江学长救的吗？因为我那天看到江学长抱着陆回走出来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是江学长救的。哥，哥，你们还在聊什么呢？赶快把他弄下来啊！啊，同学们快来帮忙！哥，哥救我呀！来了，害怕，马上来，你把住了啊！当心点，小心啊！啊，往哪迈？手给我，快！踩住啊！踩稳，抓住你了。你慢点啊！啊，下来啊！往左踩，往右踩啊！左一点，好好好好，对对对，慢一点啊！你怎么回事啊？搞这么大动静？我，你应该问他呀。还好村长没追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好。我还没问你呢，你刚干嘛去了？好了好了，没事了，来电了。这上面挂的什么呀？据采访所知，这是一棵许愿神树。只要你把愿望写下来，然后泡在树上，就可以愿望成真了。最有效的呢是关于爱情。嗯，我帮你拿了。我要这个干嘛？哎呀，试试嘛，说不定在你的祈祷下，你的脸盲就被治好了呢。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哎，你是让你哥写上名字，然后抛上去的吧？是。干得漂亮，辛苦你了。你是不是偷看了我的星座书？要不然给你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啊。或许是我给你一个机会吧。没想到刚回校我们就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虽然他总是无视我，但没关系，老天爷，你要是让我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是他，我就勉为其难追一下他。自从有了他们，我的生活都变得有趣了起来，多了些快乐温暖。至于我的小哥哥，会是他吗？你听说没？学校最近有跟踪狂，昨天新闻社的郭佳佳差点就遇上了。听说她当时刚取了快递，在往宿舍走的路上。要这舅舅有什么用？谁在那儿？吓死我了。这我快呼吸不了了。我说错什么了吗？佳佳去哪儿？我送你啊。当时真的吓死了，我们也得小心一点。对了，你最近怎么跟朗成周变得那么熟了？说。没有吧。有。繁星同学。江学长，陆辉同学，嗨，我最近听大家都在议论跟踪狂的事情，好像有点严重了，你们两个当心一点啊。江学长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呢？你说我长得这么好看，晚上一个人出门也很危险的，是吧？陆辉真的太虚伪了，他那个奖明明是抄袭得来的，他却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那个江一鸣也出来替他说话。哎，对了，陆辉有重度脸盲症，这个你知道吧？就是完全看不清人脸的那种。哦，之前你们说你们社要把交给校内网和漫游风景杂志社的照片交给他做后期，也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啊。你跟陆辉都在摄影社，你最好小心着点他，可别被他牵连了。这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搞不好你还要被退社。好了，你选的这家店跟我配吗？不就约个饭吗？有必要搞这么隆重吗？人家那天晚上可是不顾自身安危的帮了我，所以这顿饭绝对不能敷衍，你再找一下。这个，勉强还可以。哎，看你这么辛苦的帮我找地方的份上呢，我再提醒你一句啊，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笼络一下郭佳佳，就说为了那天出糗的事道歉。懂。
搞定了，明天六点，擦地呀。哥，佳佳答应跟我约会了。你们是塔地亚是吧？那我们就塔尼亚。塔尼亚。好了好了，知道了，走走走。塔尼亚，塔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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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不好意思啊，郎晨钟，我迟到了。我不是在做梦吧？郎永浪跟你约到这儿啊？对啊。他说为之前的事情道歉。哎呀，你不知道之前的事有多糗，还好这车上没有人，要不然。没想到他说的道歉是把你给约出来。来，喝水。谢谢啊。柠檬水，我不喝柠檬水的。哦，不好意思啊。我之前跟郎有浪说过一次，没想到他就记住了。这个人吧，看起来大大咧咧的，但其实还挺细心的。啊。不好意思啊，你弟，就是郎有浪了。他真的太蠢了。没错，他确实是蠢到家了。怎么会是陆回？佳佳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进来太急了，没看清。没事，毕竟我俩是亲戚，长得有点像也是正常的。朗晨舟呢？他怎么没来啊？我哥他说他有点事儿，待会儿来。这不就怕你等着急了吗？就让我先过来。那个，你看一下想吃什么，你先点着啊。你跟他是堂兄弟是吧？啊。那你应该很了解他对吧？啊，当然了。我哥跟我从小玩到大，然后后来呢他就去安城了。我大伯他经常在国外工作，我哥小时候就跟着一块过去。那他们在安城之前是在哪个城市的？大概多大搬走的？水城。我们俩都是水城人。他好像是六七岁的时候出国的，哎呀，然后高中回来了，又回到安城了。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要不待会儿你自己问他吧。你几岁啊？八岁。我比你大一点，我九岁，以后你得管我叫哥哥。小哥哥。没事，我也就是随便问一下。啊。怎么了？那个，我有事，我先走了。然后我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很快就到。那个，你先点菜，先吃啊。我走了，走了，走了。
你们俩昨天晚上不就一起吃个饭吗？他怎么赖成这样啊？不知道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跑错了地方，后来碰头的时候就没剩多少时间了。你知道宿舍有门禁的，我们就随便吃了两口东西就回去了。难道他是因为我跟郎长洲多聊了两句？学校门口新开了一家奶茶店，哎，有没有人喝下午茶啊？今天我请客，哦、来来来，都过来过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苹果醋。郎有郎，没有苹果醋。来，我们点我们的。郎长洲可真狠啊，自己约会没成功，让我陪着他打了一晚上篮球。真是个疯子！同学们，古洛小镇的拍摄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后期工作安排表我已经做好了，大家呢就根据这张表上的安排去工作吧。嗯，好的。难道因为我昨天去做餐厅的事生气了？郎长洲，你去筛选几张比较好看的风景照片发给我，大概20张左右吧。好，没问题。其他人呢就把后期专访的照片发给陆回就可以了。陆回，你来做后期。嗯，好的。陆回，昨天真的很不好意思，我把那两家生意给弄。哦，好。哦，那个先把水倒到厨房里，先下水。中，你那天不是说日落很难拍吗？走啊，我带你去拍。拍日落、嗯、我也想去，带我一起去吧。可以啊。那陆回，我们先去了，等会儿宿舍见。嗯，你们去吧，我把这弄完也就回宿舍了，不用担心。好，嗯，学长我们走吧。走啊。一人一次。我先回宿舍了。啊、哦、好、嗯，我们也走吧。嗯。陆回，我们先走了。嗯，好。拜拜。拜拜。好。之前不是50%的吗？怎么出去一趟变30%了？